这款自动康复脚踏车安装非常简单，先用螺丝将机身固定在底座上，然后在机身两侧安装脚踏板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通电开启后根据模式切换指示灯，可以定时开关，还可以正反两个方向转动，并有12档速度可以调节。无论是躺着踩踏、坐着踩踏，还是放在桌上锻炼手部都非常方便，既可以通电被动踩踏，也可以断电主动踩踏。产品自带防痉挛功能，当腿部抽筋或者痉挛严重时，机器会自动感应停止，避免人身伤害。